珠宝设计师 Gail Doumoussel 吉尔杜穆谢尔在巴黎与台湾都有品牌专柜，而他娶了一位台湾妻子，因此对于台湾有相当深厚的情谊。而今年是得知了花莲发生大地震受创严重，他就特别在品牌群组中发起了募款，透过了从他花莲社的引介，将20万元募款捐赠给了少年中途之家凯歌园，希望能够帮助机构重建家园。珠宝设计师 Gilles Doumoussel 在巴黎和台湾都有品牌专柜，而他娶了一位台湾妻子，因此对台湾有相当深厚的情感。今年得知花莲发生大地震受创严重，他特别在品牌群组当中发起了募款，要帮助受灾民众。每一年呢，他们主动会来台湾这边旅游，那他的老婆呢也就是台湾人，那他有一个品牌是 Vivian Dai，那他得知了的执行长还有我们这边告诉他花莲这边在惨重4月3号的地震之后呢灾情十分的惨重，所以呢尤其是凯歌园这边呢赞助上面稍微是弱势一点，所以他希望能够参与这次提供更多的赞助这样。所以基本上这个活动呢是由我们代理商来主导，然后他来发起这件事情。那基本上我们是透过一个平台叫折折平台，那这个平台呢就是会去募款，达到一定的募额的话就会捐赠，所以这次是15万，然后我们代理商再加5万，这样总共是20万的捐款。这一次捐款是透过国际从他花莲社的引介，将募得的20万元台币捐赠给花莲县凯歌园少年中途之家，希望能够帮助凯歌园尽快修缮完成，让居住在机构里的少年能够有安心安全的住所，顺利学习成长茁壮。记者吕慧秀林香报道。